大家好，这是 GPD WinMax 的游戏思维。GPD WinMax 是一台八寸掌上电脑游戏机，配置缤智 i5-1035G 七处理器，16G 运行内存，3733频率，512G 固态硬盘。这次试玩的游戏是《地铁离去》。《地铁离去》是2019年推出的 4A 大作，为数不多支持光追的游戏之一。游戏容量也是非常的大，有50多个G， 但是 WinMax 的试玩效果还是 OK 的。游戏运行基本能稳定在25到30帧，游戏分辨率默认就是1280×720，特效设置为依旧可以了。即使是低特效，我感觉画面还是不错。其实我感觉这个游戏的特效也一般，而且光影追踪效果也不明显，因为后面我们会切换到显卡五来测试最高特效加光追的效果。那么我们现在切换到 RTX 2080显卡五，特效当然是全部拉满的，光影追踪也开启了。左上角的游戏帧数在45到50帧左右，这个游戏用台式机是可以60帧运行的，而且是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所以显卡五还是有一定损耗，不过这个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了。